哦呦！哈哈！广智谁让谁让我他妈叫广智的？广智下来他妈……这他也通关了吗？您也通关了吗？您是马上通关了是吧？哦，这他应该玩了玩了挺多吧是吧？没压力呀、啊，根本。哇，他升级的很高呀，他差不多四十几级，无知吗？不知怎么了？感觉他死了呀，这不。哦。啊！我又没药了吗？我这都他死了。为啥他不变身啊？这变身应该是能杀的，我觉得。哦呦，玩的好呀！哦呦，哦呦！哦呦！哈哈！广智谁让谁让我他妈叫广智的？广智下来他妈！我操！我没想过玩。这个能打两个小时啊？没到吧？还没到吧？还没到啊！别乱说啊！一个小时就有了，两个小时还没到啊！啊，他两个小时打了这个？跪下！啊，不是这么伤害这么高吗？啊！一二三，可以。方法应该能通关吧，他满血还有一瓶药。哎呦，感觉他技能控我有点，按错了，哇，按错了，我操，有一点没伤害，卡班了。哇，还行，比刚才好很多。一滴血打了一满血差不多。不易哦。不是，这不是自己的实力。哎呦，他在直播呀，这是。不是完美的躲的吗？他躲了无数次，最后，哎呦，绝对他躲的挺好。
黑锅吗？看一下，他什么？隔离。啊，三个都 boss 吗？这他妈狙击杀没血了。这是个魔炮，他是啥呀 ？AP 了 ，AP 吗？这蓝量是啥呀？他发育了多长时间啊？光之 ，AP 胡子吗 ？AP 胡子。啊！哎，不是通关了吗？干嘛呢？我动不了啊！哎，我动不了啊！应该是固定的吧？这是不会亏血的，应该是。这里没来过。我操！掉了那么多血。原来他要放技能啊，这是，我以为他跟我聊天呢、啊、谁想跟胡子聊天啊他还在打吗？我只看这波下路了吧，应该能通关吧。哎，比刚才好很多，又他没血，他有蓝，还有一个药，还有满血，应该吧。没蓝，没蓝也能变身啊，变身不会用蓝的，不是变身不会掉蓝，哥们不用蓝。广智，广智被我封印了。广智，广智不可能再出来，兄弟！广智影响我的躲技能节奏。走了，今天补了六个小时，很顺利。哎呦，混时间，绝对是胡子厉害呀、啊！哦，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